没有榴弹炮了，而且，对哦，电机太近，距离太短。红电先被剪断，好，换回我们的950。P229，你说的就是这个，对对，有闪光灯，然后还有那个。榴弹枪真。有的人是说，不小心射歪的话，很容易就会被抓，因为间隔超大的。轻小怪，轻小怪。哦，对对对，进去那个研究所，马上就有蜘蛛头目。再放，闪一下，打三枪。你是说用闪光那个闪光盒？对对，闪光盒放下去。强光弹，然后等一下，我试试看。在另外一边啊！哦，不是那个 ，OK。不过现在打小怪，我先用950吧。950马卡后，听小怪很不错。凯尔的武器，
我先把攻击一定很高，看一下。哇！刃举距离120，然后重量更轻。啊，我在想，该不会武器是没有那个吧？武器没有威力，是子弹而已。好像以前我有稍微查过是这样。220威力亮点，闪光灯，不错。我觉得出去应该会有人面吧。够，我们现在经验只有3500，就可以学任何一个技能。换吧，229。闪光灯距离会不会很好？距离会不会很短？等拿到9AN15才研究员就神会，你说海德拉嘛？我还没用过海德拉。一根是。黑卡会员独享。哦，我们有拿到黑卡，完全没问题的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存档。可以去打那个 BOSS， 香巴拉，香巴拉有海德啊。哇，真是太厉害了，闪到死了。
闪到死，太夸张了吧？是不是太夸张了？好好好，真是太扯了，这把真的很厉害。接下来我们来到避难所，拿着 SP 十二装的弹，死在后面上。哈哈，哦，你是说那个？SP 十二我还没用过呢。啊，这里那个很多鱼怪。啊，进去吧。走电梯旁边那一条。好狠哦！有必要这么狠吗？电击嘛，我知道你说的电击，不过我觉得闪光灯很好玩。闪光灯对士兵有用吗？不知道，试试看。等一下，应该里面就有士兵。没用，快跑快跑，我命音真的不错耶。不要，不要打我！哎，打不到。
找不到。不是，我想说闪光灯试试看啊，结果发现闪光灯没效啊。搞定！好，那我换一下 N950 好了。啊，储藏室这边有拇指弹箱子，然后还有液体。Yeah， 这就是避难所啊，根本就不是避难所。950可以直接把那监视器打爆了，还蛮厉害的。搞定。来看一下哦，调查请柜上黄设计，这边好像就没什么东西。
行哦，五行威力就不够了。五行的敌人好像我们伤害是50%。他那个很特别，可是他也只是个背景。没关系，我每个都点就好了。我的理想，人类内在进化的可能。前田，前田不就是我们第一代的吗？就那个戴眼镜那个。出水的灵力值哦，就那个竹竿怪哦，等一下会打女主角一发，是汗。真空马桶啊，真空马桶我没听过，那是。出去应该就是遇到那个鱼，我变身他可恶。
先补血，先补血。搞定了。哎，一楼没有鱼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边可以，我把门打开好了。我以为我刚刚差点被打死，发现还是压不住，现在还是压不住。哦，武器库，赞赞赞！我们有黑卡，这些是那个生化人的装备。Welcome to BP Arm。P229 PA3 啊，榴弹枪。敌人 HP， 这搞笑没什么用。带混乱，带毒卖麻痹，这是内建 GPS。我个人其实现在我个人就觉得没什么用。GPS， 带毒卖麻痹，怎么办？我现在这个有回 NP 的，有加回 NP 的。我先进去刷卡。我觉得这张黑卡是马迪卡故意留给我。SP12，可是我没有穿甲弹。买的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有海德拉，谁还要用普通的？有海德拉，谁还想要用普通的？好，回去存个档吧。
明天有这个海德拉到处横行天下。我没开锁，来一个。哪一个没开锁？OK， 知道了。那我等一下就去开锁就好了。好吊牌。好，那我等一下去开锁就好了。明天来开锁。今天先这样。好，那今天晚上实况就到这边先告一段落。谢谢大家收看我们冰城的实况。大家对这个一模二啊，或是爱幻想二这种比较偏怀旧。去的话，欢迎之后也可以继续来收看，欢迎。好，那现在谢谢大家的收看，那我就播个广告，欢迎下，那么大家晚安哦。